还有北台湾的年度宗教盛事桃园龙德宫要展开8天7夜徒步绕境，目标前往鹿港天后宫来挂香。这沿途呢，锣鼓喧天，妈祖拦照到的地方，家家户户热情地设了香案。队伍抵达苗栗西湖五龙宫，在这里也有盛大的仪式，欢迎四妈祖的圣驾到来。预计在8号会抵达鹿港天后宫。